道，自己生命的修炼；义，生活美学的实践。道义合一，在纷扰的世界中传递安定人心的力量。透过种种静心锻炼，深入探索生命本来面目的核心理念。对，我来点半脚伸直，看到你觉得你的眼睛很清楚的，好像突然间听到鸟叫很清楚，看见整片森林很清楚。从创立以来，悠人神谷跨越音乐、戏剧、舞蹈的藩篱，融合当代剧场元素与东方传统艺术的价值，展现了别具一格的悠人剧场美学。在成立35周年的当下，艺术总监黄志群与导演刘若宇共同携手重新改编2017年首演的默剧《五色》。面对演出的自我准备，以及平时的生活、工作风格，都与修行、提升自我的方法息息相关。我今天再提醒一次，这不是老师，是人生，不是课程，不是学校，是人生。尽管如此，来自山林、大自然的悠人神谷，历经辉煌，也肩负重担。面对火灾、疫情、当代科技的冲击，悠人要如何面对？这将是我们的功课。